Shikia Rabba Shanda d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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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a。Hallelujah， 让我们每个人举起我们的手 ，Hallelujah， 开口吧。哦，神告诉我们说，你大大的张口，他就大大的来充满我们。是的，主啊，今天早上我要向你举手，今天早上我要向你来举手。是的，主啊 ，Hallelujah， 主啊，你的灵要大大的来充满我们每个人，充满在我们中间。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淹没在神的爱中，哦，都淹没在神的同在里。哈利路亚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哦，是的，主啊，今天早上，哈利路亚，让我们都淹没在你的同在里面，哦，都淹没在你的同在里，都淹没在你的爱里。哈利路亚。La la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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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a。真的来吸引我，我要快跑的来跟随你。你的爱要吸引我的心，我要快跑的来跟随你。我们继续闭上我们的眼睛，你可以很自由的、很轻松的来到天父爸爸面前。是的，主啊，今天早上我愿意完全降服，完全降服在你的爱中。是的，主啊，是完全降服在你的爱中。
我是完全降服在你的爱中。若是你会唱这首歌，你可以闭上眼睛，我要你可以由心里面来唱。我要教导你，指示你当行的路，我要定睛在你身上劝解你，
你不可像那无知的勒马，必用绝环背头勒住他，不然就不能驯服，恶人必多受苦楚。唯独依靠耶和华的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你们一人应当靠耶和华欢喜快乐，你们心里正直的人都当欢呼。唯独依靠耶和华的，必有慈爱四面环绕他。天父爸爸今天早上应许我们，他要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避难所，他要成为我们的藏身之处。神应许我们，他要用得救的乐歌，用他的慈爱四面环绕我，环绕我。哈利路亚，神的爱要四面的环绕我。让今天早上，是的主啊，我愿意快跑的来跟随你，躲在你的隐秘处，你要成为我的藏身之处，我在你里面得享安息，得享安息。怎么样的心情来，不管你是带着一个怎么样的感觉来，可能我当重担，
我喘不过气来，可能我身体有软弱有疾病。今天早上天父爸爸应许我们，你来吧，你来吧，你可以很自由的来吧，来到我的面前，我要成为你的藏身之处，我要成为你的依靠，我要成为你的盾牌。不论你的心情、你的感觉、你的担子有多重，来吧，来吧，我可以很自由的来到天父爸爸的面前。是的，天父爸爸，我要依靠你，我选择我要依靠你，我选择我要定睛来仰望依靠你。不管我的处境是如何，神说来吧，来吧。是的，主啊，今天早上让我完全降服在你的爱中，是因为你的爱使我降服，是因为你的爱使我降服在你面前，是因为你的爱使我更多的来依靠你。Thank you.
你对我们真的很好。主啊，今天早晨我们说，爸爸，你对我们真好。你对我们真好。阿们。是的，主啊，谢谢你。我们为着我们的每一件事情，我们一起开声，我们来感谢神。阿们。是的，主啊，有一些事情可能还不如你心所想的发生。我觉得今天早晨神要再次跟我们每一个人说，不要灰心，不要灰心，我是你的神。我是你的神，我是你的阿爸父，我就在你的身边。在你的生命中，愿你的心举起你的手，享受它，就是享受天父给你的爱。今天早上享受天父的爱，把你的眼睛闭起来，相信他很好，就是敬拜他，就是享受他呀。天父爸爸是好的，他是好的，继续敬拜他。我们请我们的领袖预备好，开始分早上的圣餐给弟兄姊妹，预备好我们的心，
愿圣餐来更多更多的把天父的爱领受到我们的内心里面。谢谢天父爸爸呀，领袖们可以分圣餐给弟兄姊妹。我们如果你已经信主了，你已经受洗了，你就手里拿着个杯跟饼，彼此等候，不断的来敬拜他呀。享受，学习享受他的爱。呀，学习享受他的爱，不断的敬拜享受他。感谢天父爸爸。我们线上的弟兄姊妹，你也可以预备你自己的家里的杯跟饼，一起跟着我们同步来领受圣餐。家里的长辈可以这时候预备杯跟饼来一起来领受。 Thank you Jesus、yeah.在这杯跟饼的时候，把眼睛闭起来，专注在天父对你的爱，专注在天父的爱，他会为你做一切的事情呀。专注在他的爱，那个没有任何力量可以摧毁的爱，可以拿掉的爱，全世界最大的爱，整个宇宙最大的爱，就是我们天上的父亲给我们的爱。 Yeah, thank you Jesus。 我们把焦点放在最爱我的父亲，最有能力的父亲的身上。他就是爱，他也是最爱我的，他也是最有能力的。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把你从天父的心中拿掉，没有任何的力量可以把你在天父心中的那个位置被拿掉。所以今天早上，当你看到天父的爱在你生命中是不会被拿掉的时候，你要感觉到非常非常的平安、欢喜、快乐。你可以欢呼说，虽然我会有软弱，虽然我有时候会有跌倒，虽然有时候呢我会做错，但是这一切的事情都不会把你在天父心中那个位置和爱拿掉。但是这也不是代表说你继续犯罪继续软弱，不是的，而是当你领受到这种无条件的爱，这种被肯定的爱的时候呢，你是从另外一个角度开始起飞了。我是这么样的宝贵，我是这么样的被爱，我是这么样的
尊贵，我为什么要继续活在软弱里面呢？我为什么要继续活在我的情绪伤害里面呢？我为什么要继续活在那种灰心失望里面呢？最重要的，我为什么还要活在罪恶里面呢？因为你是那么样的尊贵，你是那么样的被爱，你在天父的心中永远不会被拿掉的。所以今天早上呢，当你看到你是谁的时候，你在天父眼中又是谁的时候，我祷告你不需要再挣扎，你就是单纯的说，爸爸，我领受你的爱，你的爱会让我走向你的旨意里面，你的爱会帮助我积极走下去，你的爱会让我在不明白的时候，在面对逼迫的时候，在面对不公平对待的时候，你的爱还会使我欢喜快乐容光焕发的前进。你的爱就是这样子。所以今天早上呢，天父说，我的爱不是使你在一帆风顺的时候笑口常开，天父说，我的爱呢，使你在被逼迫被不公平对待，在 不知道的环境前途的时候，你还是可以欢喜快乐，这才是最大的爱的彰显。所以爱的彰显不是在一帆风顺的时候，爱的力量也可以是在非常挑战的时候呢，你还是过得容光焕发，你还是过得极其的喜乐，而不是负面悲观受害者心理，或者是一直狡辩，一直跟上帝在打架。今天早上不要跟上帝在打架了，领受他的爱，拥抱他的爱，享受他的爱。在不明白的时候信任，在不知道的时候信任，在不公平的时候继续信任下去。爸爸，他掌权。这时刻呢，我们一起开口，你把你自己的生命再次献给神，好不好？我不能代表你，但是你自己要开口呀，好不好？你跟着我一起来祷告。因为我觉得说，有一些人一叫他开口的时候呢，我们就觉得说很大的压力。那我觉得说，今天早上呢，有一个感动带着你们一起来祷告。我讲一句，你们讲一句，我们线上的弟兄姊妹也一样的。亲爱的天父爸爸，亲爱的天父爸爸，你是我的好父亲，你永远是好的，你永远对我是好的。今天早上我再一次来领受你的圣餐，你为我预备的，耶稣的身体为我掰开，所以我就100%接纳，100%相信耶稣说，因我受的鞭伤你的医治，因耶稣受的鞭伤我的医治，我的内心，我的情感，我的思想也被医治。我宣告我灵魂体都是健康的，因为耶稣受的鞭伤我得医治了。亲爱的主耶稣，你的宝血为我而流，你洁净我的过去，我的现在，你也洁净我的未来，因为你的能力，宝血的能力，从开始到结束都是有能力的。我今天早上我愿意承认说，我不完美，我不完全，但是你的宝血洁净我，不止洁净我，而且加我力量，宣告说我不再负面，我不再活在受害里面，我不再悲观，我不再软弱，甚至我不再去犯罪，因为我是那么尊贵，我是那么被爱，所以你给我力量，积极的活下去，健康的活下去，喜乐的活下去。今天我把生命
再次献给你，我的工作，我的家庭，我的生命，我的侍奉，我的整个人，爸爸，我献给你，请你悦纳我的生命，悦纳我所献上的生命，使用我吧，拥抱我，爱我，带领我，肯定我，谢谢天父爸爸呀。这首歌我们一起，你可以一起来领受这个饼，耶稣的身体为你被掰开，他说你的意志，当你吃下去的时候，你说我的意志，我的意志，我成为丰盛富足，因为耶稣说他因为我们从天上的丰盛来到地上，他变为贫穷，为了使我们富足。所以你说一起宣告说，我也是丰盛的，我也是富足的。来，我们一起来喝这个杯，耶稣的宝血，我得洁净了，我得耶稣的力量，不只是洁净我过去的罪，而是当下给我力量，能够战胜一切的罪。谢谢耶稣，谢谢耶稣。这时可能如果你身体有任何的疾病的地方，疼痛的地方，请你按手，你说我的意志，就这样宣告，我的意志，我的意志，我的意志。如果你的心需要的意志，你的思想需要的意志，就把你的手放在胸口，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头，说我的意志，我的意志，我不只是得意志，我得健康，感谢神，我得丰盛，我得富足呀，谢谢天父爸爸，这在你真好呀，你真好，你真好，你真好，你真。真好哈，来，可以跟自己说，我的神真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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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阿门，好。